作者拈花惹笑，演播一刀苏苏，一种侃侃，后期制作千雪。第1548集，一抹坐在马背上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里，凤九儿眸光顿时就亮了。九皇叔怎么来得这么快？不过他真的好帅啊，哪怕他的脸被面具挡去了一大半，看起来还是很帅哦。毛灵叶，你束手就擒吧。帝无涯身旁的玉清风冷哼一声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一位将领侧身往前迈出一步，玉清风从怀中掏出了一个令牌，能引领你们之人。城主令牌，几位将领当然不会不认的。帝无涯高大勇猛，沉稳强悍，一出场就自带皇者气息，让不少看见的人愿意降服在他脚下。他们的城主走了，如今有这么一位气场强大的勇者手持令牌站在他们面前，几位将领一下子找到了归属。毛离叶浑身带着邪气，和这位男子的刚毅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不管是谁这一刻都能轻易做出选择。参见新城主。一个将领往前走了两步，单膝跪下，另外几个将领见状都纷纷过去和他并肩跪在一块儿。参见新城主。几人异口同声道。你们做什么？毛毅盯着这几个下跪的人，连声音都有些颤抖。你们都是我爹爹的人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？毛刚气得紧紧握着拳头。一位将领回头看着两个兄弟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实话实说，要不是少爷你们两兄弟一点能力都没有，我们也不会如此决然。毕竟当年要不是有老城主，也没有这平原城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前城主根本不懂怎么治理一个地方，他不仅昏庸无道，还毫无人性呢。毛中才的所作所为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可他是城主，大家敢怒不敢言。就是前城主已经不得民心了，他的后人更是不堪。你们敢反了？你们是找死是吧？你们不得好死，上天是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的。毛毅和毛刚不停嚷嚷，却没有人再理会这兄弟二人。一位将领抬眸看了帝无涯一眼，拱手道，鄙人愿意跟随将军。我们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另外的将领拱手异口同声道。四人看着帝无涯一脸诚恳。起来吧。帝无涯冰冷的声音响起，谢城主。几位将领异口同声道。不知道是谁放了一个信号弹，外围一下子人声马蹄声传来，战役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再次响起。凤九儿也没想到原来这个地方有暗道，毛灵叶的人来得很及时，护送他们离开了。他本来还想着要怎么才能在不被怀疑的情况下放毛灵叶离开，九皇叔和三哥已经要攻占风岗镇，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眉目，他感觉有些无力。入夜之前，毛灵叶带着凤九儿走进一处茅草房。茅草房是在密林之中，看起来更荒废的房子没什么两样。但他们进去之后，一扇门突然开了，毛灵叶大步走了进去，凤九儿也急急忙忙跟上。凤九儿没想到的是，这茅草房一点都不简单，它的下面居然隐藏着一个密室。从狭窄楼梯下去，越走后面的路就越宽广，四周都点了蜡烛，即使是地下光线还是很充足。下了大概一层楼高的位置，面前出现了一扇泥土颜色的门。毛灵叶大掌在泥土颜色的墙壁上摸了摸，轰的一声，土色大门升了起来，里面是一条看起来很深的通道。凤九儿往里面张望了眼，跟上前方男人脚步，再进两扇门，两人加上身后的四名士兵走进了一个房间。在里面等待的宋十娘听见开门声，立即站起来迎了出去。凤九儿发现房间里除了烛光，还隐约能看到上方有四处能透光进来的细缝，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房间是在林子下，所以林子里隐藏了不少的通风口。老板，您没有受伤吧？宋十娘一脸担忧地问。无妨。毛离叶淡淡应了声，走过去在最大的椅子上落座。老板，
宋十娘轻唤了声，在毛林叶跟前跪下。十娘有错，敌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攻进来，实在是因为他们早有人进来了。毛林叶眉头皱起，并没有说话。是襄城派来的3000士兵让敌方给拦截了。那梁将军根本就不是梁将军，战役打响之后不久，他们里应外合，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我们才会……再加上毛家军的倒戈相向，我方大败，我想剩下的士兵也撑不了这么久。老板，咱们逃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更何况……宋十娘瞄了凤九儿一眼，没有再说下去。毛林叶紧握成拳，依靠在座椅靠背上，闭上了双眸。凤九儿看了看他，识趣地看向宋十娘。十娘姐姐，这里有茶水吗？我去给老板倒茶。出去，右拐，第二扇门。宋十娘没好气地回应，凤九儿颔首，举步走了。房门一开一关，隔绝了里面的声音，她并不知道具体情况。凤九儿过去倒茶出来，刚好遇上乔木和龚新月，他们俩都被士兵压着。小小，乔木看见凤九儿，脸色并不好看。大哥，二哥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端着茶水的凤九儿月眉轻拧了下。他们偷偷潜入，被我们兄弟制服了。一位士兵冷声说道。是小小姐姐，尽管他们是你哥哥，他们也没有老板允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不能放人。走。士兵将话说完，压着乔木往前，另一个士兵也压着龚新月继续往前。你们要将我大哥二哥送去哪里呀？凤九儿着急回头问道。先关起来，等老板发话了再发落。凤九儿着急的脸都青了，他跟这些人走了两步，停下脚步，最终在犹豫之后，凤九儿回到毛林叶所在的房间，敲响房门。老板，我是小小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，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。